怀特写夏天，为大地带来美腿，是一双好剃脚毛的美腿。好剃脚毛呢，即是 Indica 啊，是没有练车啊，所以就不好认真咁样。咁呢现在我们就坐了一个 GoGo Van 去机场，去台湾斗环花东。咁虽然我大部分的前队友，台湾队友，Brighton 的队员呢都没有参赛，但是呢就有台湾的一哥冯俊海跟我们同场竞技。但是呢因为我真的没有系统训练了一段时间，所以我都没有什么信心可以带到一场精彩的比赛，尽兴地一起竞技较劲玩得开心。所以呢这个 trip 就带队啦，看看跟 Toto 的组合跟温总的组合，带领一班年轻队员会有什么的火花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就12号咧，我哋系提早咗3日落地啊，15号先比赛。咁啊，仲有13、14号可以练下车啦。如果架车transportation 有啲咩问题，就可以落地搞啦。有冇睇下我记唔记得unboxing 呢一件事咧？因为 pack 车就唔记得咗拍 vlog， 都好一段时间冇拍 vlog。你见到咧，我有。哎，我將前兩段練車的片可以擺翻落去前面，咁你而家睇到呢度，即係已經睇咗前面啦。咁嗰兩個就係橫跨咗半個月的兩次認真訓練啦。真係踩咗唔多單車，咁所以太抱成績上的期望。但係上一次踩呢一條路線咧，當時我得15歲啫。咁炒車收場嘅，落大雨，公交拎。光头胎120磅，所以就跣了出弯。咁希望今次就可以发挥得好啲啦，完整咁样踩晒场比赛佢咯。咁最好就攞到啲成绩俾大家睇啦。咁我有带 GoPro 嘅，唔知道有冇记卡喺入边。可以咁多先，系啦。咁千万大桥唔使应啦，去香港机场唔使应啦。大家都出咗国，踩过单车啦。咁呢啲就。左面側面啦，咁啊去到台灣落地再同大家 unpack 架車，睇下有冇難度。電話咁重嘅？電話？冇啊。鋼帶 Apple Watch， 63kg 啊。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比賽重量，應該係62或者60嘅。咁係啦，都講咗冇練車，所以係咁多。好，呢個。見到我的車廂啊，咁咧好遺憾 unpack 嘅時候又趕得滯，唔記得咗影。咁誒唔緊要，可以影人哋 unpack。係啦，咁我的單車就已經 set up 好啦，喺呢度。咁咧今次我哋嘅團隊咧係阿文啊，阿勉。咁咧以前台灣比賽識落嘅朋友啦，咁專業嘅領隊啦。系啦，咁Toto 嚟咗，唔知去边。系啦，哇，睇下呢啲年青嘅车手装车几万啊！哇，呢个车都未攞出嚟，我啱啱搞掂啫。呢个还好嘅，呢个动作节奏都几快。都話佢一身裝束，走在呢個香港嘅潮流啊！咁啊，行到邊啊，你都可以扮傻仔啊！唔使講英文，又唔使講普通話。Yeah, this, yeah. 咁啊，仲有幾多優惠啊？我落搭飛機，我瞓過龍，冇食嘢，佢特登拎翻個餐出嚟講嘢，幾好啊！佢嗰個咩？香港航空唔係啊，咩機啊？貴價嘢咯，有啲咩貴價機俾你台灣啊？
咯，佢哋話貴貴啲噶嘛。而家食緊喺香港機場買嘅 muffins， 唔好食嘅，亦都幾貴。嚟到台灣嘅街道啦，非常有趣嘅，酒店前台啊，係香港人嘅一個姐姐，咁啊非常有親切感啊。咁咧因為昨晚好夜先到啦，三點啦先至嚟到，唔係啊兩點嚟到，咁我三點先瞓覺，咁所以就我乜都冇影到。咁四星級嘅酒店咧，我哋就冇辦法將單車擺上房啦，咁所以咧就用咗呢、這個。卡拉 OK 的地方来装单车的，咁啊，即时翻那时迟，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出发，系啦，咁啊，而家温度都凉凉地啊，29.3度，好热喎，戴 AirPod 低，系咯，戴呢个真系热啊，哎，吸埋。系啦，咁领队啦，帮我哋准备咗冰桶啦，台式 gel， 系啦，咁准备好出发啦，非常之好天啊，呢、這个花莲嘅地区啊，暂时啊，乌鸦口，哎呀，咁已经嚟到啦，花东嘅第一条 signature 嘅斜路啊，咁呢个系第一站起步，我谂几多公里啊，呢个？7公里啦，咁啊有条咁嘅斜路啦，系啦，咁大家教一教下车啊，啲先通啊，胎气啊，咁咧今日就我自己计划就踩一个长啲嘅课啦，可能踩4-5个钟啦，咁佢哋就可能3个钟以内啦，咁就应该都系踩第一日嘅赛道噶啦，咁其实仲有啲记忆嘅，不过上一次嚟已经系12年前啦，踩呢条路嘅话，咁就。涛哥，香港冠军。咁咧，而家踩紧呢个咧，叫做牛山啊，一只牛牛个牛啊。咁山脚开始做一阵强度啦，比赛节奏净系踩到7分钟。咁Strava 嘅 all time 咧系10分半钟到顶，咁咧强度上仲争3分钟。咁香港嘅意大利人哈罗咧就系历史第二嚟嘅，咁系佢2012年啊嘅纪录啦。咁而家已经到山顶啦，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调整得到嗰一日咧就比赛节奏踩到上嚟呢度咯。咁其实我都仲有啲记忆嘅，当年咧我就喺呢一个下波段啊跣胎。包派牌炒咗出去啊！咁啊，车架同拎都烂晒，咁所以咧就好记得呢一座山啊！咁上，好热。咁啱啱咧，大黄蜂咧就爆胎，咁啊帮佢换完啦。咁啊两个自己踩咗10零公里，太平洋嘅海岸线。咁嚟到呢个唔知边度啦，又到温总爆咗胎。咁呢度应该貌似就放弃咗踩单车噶啦。我哋继续啦，我哋继续啦。
我等下揾仲啊，揾仲换钉就得啦。咁咧，而家踩两个钟左右咧，我哋就行完海线啦，行山线翻翻去花莲，咁啊兜个大圈。哇！你望一望，系山啊！哇哇哇哇！你望一望啊，望一望啊，咁样光啊！哇，系你自己啊？系山啊！咁咧，除咗温总、Ronald 同埋阿 Yet 放弃咗之外咧，其他人咧都好中意踩单车嘅训练，上咗十棵街，咁咪计啱数啦。他哋主動的退出咧，我哋無論踩到邊咧，一架 support car 都足夠載曬我哋走啦。他哋真的很偉大啊！又可以快啲翻去，感謝。可能我哋快翻。Day 2的訓練，明天就正賽啦，今天做一點強度的 Activation 啦，踩兩個小時以內而已，以防過度消耗啊。現在壓到他們正在做強度了。哇，經歷完剛剛的高強度啊，現在我們停下撇一撇水，我們差不多到呢太老角咧就折返啦，咁其實今日踩得有啲快，所以就好快到目的地啊。咁已經踩咗24K， 係啦，咁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。目標就係30K 折返啊，去到太老角嘅牌坊。咁咧，大家狀態似乎都不錯。啱啱好100分鐘翻到鬧市啊！咁咧一個運動員嘅 glycogen storage 咧就 around 500g， 每分鐘5g 咧就係100分鐘啦。咁啱啱好啦，咁啱啱做咗啲強度嘅試練啦。咁俾個概念大家，我成日話我冇練車嗰個分別啦。7秒最大就得1274，咁如果 fit 嘅话系1400多少少嘅，咁大啲啦，因为都冇做过啲 core 啊力量上嘅训练啦，咁跟住咧几廿秒嘅速度高速啦，咁40秒嘅均速啊得50，唔够。400多咁一分鐘咧就 keep 住55啦，咁都係得400多，咁呢個就真係好唔 fit 啦。呢個 pacing 係可以踩到2-3分鐘嘅 fit 嘅時間，咁所以如果有啲關鍵嘅 attack 啊、上落波啊，咁就未必搞得掂啦。咁仲有啲好 fit 嘅，例如6分鐘啊，8分鐘嘅強度啦，咁之前其實可以踩到400W嘅，
咁啊，今日踩到320，踩咗5分鐘就已經有少少攰啦。咁呢個比較明顯啦。比賽嘅預測，我哋陣間再講。我未諗到啊，因為有啲攰啊。咁啊，其實今日咧就著翻對舊鞋試下。咁但係 DMT 黑色咧就有少少熱，有啲夾腳。咁聽日應該都係著翻 Nimble。咁啊 ，fitting 試完，訓練做完，依家慢慢鬆温踩翻去食嘢。哇，專業！係啊，呢個係班第一城鎖車隊。走，拜拜。哇，勁嚟啊！